一天责任编辑来跟莎士比亚邀稿，然后又再度邀不到稿，然后责任编辑就气急败坏，然后这个时候莎士比亚就很冷静，他就走进厕所，他后来出来的时候他脸上已经画好这个妆，对着他责任编辑说 Why so serious？ 其实是个蛮重要的影响，因为演员的话你的情绪啊会有很多种层次，所以在画莎士比亚的各种表情的时候，那都牵涉到人面对事情会有多少种反应。然后我希望让这个幽默感能够借由不管是各种可能性都可以散播出去，然后让观者也更贴近所谓的伟人。